家好，都不食堂第一天来客，我教大家一件事。什么事呢？你们过马路要走黑色和白色的线。那是斑马线，傻瓜。知不知为什么要走斑马线？谁都知啊，还用你说？过马路不走斑马线会被撞死。乌鸦嘴。撞死了还没钱赔啊，亏本呐、啊。贪财呀、啊！Oh yes.